你以为你守护的是谁？那可是转生的魔王，是这黑暗与死亡的缔造者，奥斯汀·格里芬。正因为他，这个世界才充满了怨恨与怒火。正因为他，我们才成了这不死不灭的丑陋无涯。这个世界变得这么糟糕，都是因为他呀！明明在6000年前，这里还有万物生灵，还有日出日落，到处都充满了绿色。我也还是活生生的人类啊！正因为他的降临，空间破裂，岩浆在大地上流淌，大陆被刀毁灭，无数种族因他而灭绝，万物生灵都不复存在，所有人都化为了亡灵，在永世的痛苦中沉沦，整个世界都为地狱埋葬。只要奥斯汀·格里芬一日不死，我们就一日不休。在他长大之前，我们会一次又一次狠狠地杀掉他，乱灵焚烧。重演，你在乎的一切全都会被撕碎，因为他就是毁灭的魔王。我们才不是你说的魔王。越是和我血脉相连的兄弟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